这件作品呢是雕刻在一个珠鬃上面，这个雕刻的内容呢是大国工匠四个字。这一件作品的内容呢是在牛的毛发上。现在呢我们要借助30倍的放大镜才能够观测到里面的内容。感觉视力还可以，就是基本裸眼呢也能够完成。希望通过我的努力将这样中国的传统微雕手艺传承下去。